瘦的反义词是什么？不一定是胖，也许是丑。美的反义词是什么？不一定是丑，也许是懒。健康的反义词是什么？不一定是疾病，也许是我想健康，但我做不到。做一名健康使者，大健康时代因你而来。消费者的需求千变万化，怎样才能精准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呢？先从满足14亿人的早餐需求开始。为此，公司专门定制了营养早餐健康平台，把大健康落实到小餐盘上。王牌产品蛋白粉站稳 C 位，更精准搭配覆盖18大健康需求。一加 N 营养方案常客会，组合更灵活，优惠更给力，体验更安心。不仅帮助消费者省钱，更能让他们养成补充营养素的好习惯，让健康成为一份持久的投资。这只是进军大健康的第一步。五月体重管理平台即将上线，接下来还将有健康逆龄、好水养生等多个旗舰解决方案平台陆续上线。纽崔莱87年品牌积累已经让我们赢在了起跑线上。公司携手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中国营养学会等知名机构，共同开展2021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怎么样提高中国居民的营养素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健康养生第一品牌北京卫视养生堂成为我们营养健康的首席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伴您健康营养早到位。不仅如此，你所熟知的北上广旗舰体验馆、生产基地和植物研发中心都已挂牌成为健康促进科普基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验馆挂牌。做大健康，我们是认真的，也是权威的。公司品牌这么强，那我个人品牌呢？怎样能够赢得顾客对我的信赖呢？公司为大家准备了随取随用的健康知识中央内容厨房，只要打开安利云知道，学习分享科学权威的营养知识，匹配你身边不同客户的需求，每一个知识点都切中要害，真正解决顾客的问题。有知识傍身，还需要专业认证来加持。公司携手中国营养学会教育培训中心，定制推出营养健康顾问培训认证项目，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正确的营养健康观念和知识，为健康负责，为事业赋能。只要您拿证成功，公司就将返还报名费用。有知识，有认证，有信心，这就是我们迈向大健康赛道的基础。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提升社群运营能力呢？营养王者与免疫时刻强强联手，推出免疫力双关课程，紧贴时下市场热点需求，轻松开启话题，奖励福利加知识福利双重激励，帮助顾客打通健康观念和思维，让关注健康的人都成为你的朋友。小安营养师将全面升级，权威专业的个性化营养健康方案，让你成为更懂顾客、更受欢迎的社群达人。社群运营重要的一环在于社交分享，我们帮你准备了社交分享力训练包，帮你更好地晒出美好生活，让人看见你就喜欢你，并想成为你。哇，我简直要跃跃欲试了。别急，还有彩蛋呢。安利体验馆将升级21个体验馆的 InBody 测试仪，增配23个创客中心的动脉检测。兰溪溯源之旅带您亲身体验纽崔莱植物原料纯粹的生长环境。无锡植物研发中心探索之旅，深入了解纽崔莱有机农耕和智慧农业，亲眼见证纽崔莱科技研发的力量。所以最后一个问题，风来了怎么办？飞就完了。公司永远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